所以，咱就无经知影，
毕福德对结婚的弹性也敢跨省地，当年公告了将伊朗给杀了，把这个杀了滚，非常小，我在是一定要给你跨省。那因为如果前面咱那一定的一定的纠纠结，你还是有什么道理啊？我想你讲。啊，不是一合相吗？一合理相，一合理相。哦。是我相信不错。啊，因此咱今日当然，伊修完到来对当中，咱已经行过几十年岁月。应该是拢是的。那么应该爱死掉，那么应该爱拢死的。那么应该爱死的。好。你安尼讲？因为咱每一个就是学堂咱面对的代表，那既然咱学堂面对的代表是不是咱各位青年，咱一定要了解面对的情况。圣灵甲咱交代，圣灵甲咱传的物件是什么物件，咱要追求的物件。因为咱今日伫学科学法，那咧停留于咱过去迄个就是讲究叫这个。咱个道，迄个观念啊，完全要较清，完全要提升。所以因此，咱要安怎去传扬之外，要强化。因为你家己唔知影强化，啊，你就唔要强化，啊，你就唔知道理，啊，你就唔知强化，啊，是要传扬之外强化。所以这是一个重点，所以讲，所以因此呢，所以说，因为伊是吼，伊真多。因为是修学科教授，内底有十几千年，所以因为伊对修的情况了解。当然，因为咱一般个三四百个，无许人拢是安尼款个经验吼。啊，所以今日咱由于咱新会较无人才，咱要做帮助。因为那个咱未来拢可能去到前头，咱未来拢。可能去到每一个所在，但是因为哦，什么人要甲你说什么，要甲你问什么，哦，什么法，每一个什么人要甲你问什么点，咱拢无同。啊，因为因为咱今日在做旅游故事，所以到处也是希望，而且呢，哦，而且大家就是啦，哦，精神的发，啊，因为。啊，透过着啊，咱过去一班啊，一套金黄金，而且三十分，而且一合上啊，是一合上道理。那当然，一合上道理啊，咱已经真欢啊，已经在这当中已经讲过啊，所以这当中呢，咱已经讲到哦，这个叫对世界哦，对未来三千两千世界。水平的，啊，未来要要成为世界，当然你是慢慢对嘛，能进行啊，已经代表共会，啊，应该是进行共话这些所在，啊，那你这些所在啊，那大爷啊，英啊，啊，那你是慢慢的，那作为来讲，这个东西，因为到三十分，那一定要了解，因为一定就是用共话的去实现。啊！就是讲，凡所有相，拢总毋是相，拢个各相，甚至依步甲进步。当然，咱知影，即个叫二十九分，时间过，你来讲，进步嘛不可阻。咱三十分，来讲依步嘛不可阻，嘛不可进。所以呢，你这这足个经济下，就你来讲，咱是上好。如果你要进，你先，你先。着想，有着想，这都不是真实想，拢是你的妄想，甲你的妄想所生出来的一种物件。啊，所以有的人讲，凡所有想，拢总是实想。那今下面啊，讲到这个所在吼，当然，因为我考虑这个语言，它特别，啊，这个语言好。世尊，如来说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来说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即为世界，即
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欲世界是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娑婆诃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。但凡夫之言，贪得其事。当然，好一段就是对世界化无定，那定就是世界。甲你讲起来，咱无早头捌谈过好，因为离咱心之外，离心之外，伊有心之外叫做依靠，离咱的心，咱的心叫做净土。所以佛陀伊有伊的依靠到伊的净土，那因为当然。因为金刚经广告就是高中，就是讲净土，所以归于这边，归于前面，吼，归于这边，不离这个经，就是讲佛陀属于天主者吼，所以就归于吼，把你发明佛陀这个归于的正报相，正报相，你为他这里佛陀这个雕像。反正你这个佛陀的表象，安尼嘛不是，因为真正咱看得出来，这叫做净土不足。但是今日讲起来就是讲到三千还是世界，这叫做外相物件。啊，外相的依存八界之外，这叫做依本。那依本嘛不可足，这个就是这个问题。那佛陀当天嘛，因为为着依本不可足。伊那用着三千大千世界，哦，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道理，来咧甲你画像，画着这个咱这个主相、吉相，所以咱来讲，世尊，伊就是叫啥世尊啦，吼，哦，啊，这段当中咧，咱花时间做解说，吼，说的是清太祖，对啦，如来所说的道理啊，当然伊嘛，啊，这个。解悟含念解悟到，所以不伊无得到啊佛陀啊啊供养世界本来是相空啊，娑婆那种解说，所以那世尊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名世界，当然如来迄个娑婆那叫啥世尊，伊咧讲话后尾看了后，伊就娑婆那就是假的。世尊如来讲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名世界，能怎样？娑婆地是解放地，所以讲头前就知影嘛，这是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娑婆地就立刻马上了解到，如来说三千种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名世界，这是世界拢是是一个诸法。哦，诸法咱无废话讲，诸法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诸法，诸法就是万法，凡所有相，拢叫做诸法相，拢叫做诸法相。所以你三千大千世界也是一个诸佛相的物件啦吼，是因为诸佛相嘛是一个因缘而合的物件，哦，那心有一个，但是因缘合的空无主相，所以世界是本来是一个假象的物件，所以嘛叫做旧世界，世界就因为有着作者因缘条件而有合的，心就一个世界假象。既然是假象，伊就是无主体出现。刚才讲，伊就是无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人、迄个对象，伊拢是个合合的东西，因缘所合合的东西。所以伊本身就是叫做啦，它是当体啊，是空吼，只是因缘条件符合起来物件，伊生着一个物件，有比因，即有比因，即主要的世界。虽然对这个语言，叫做什么语言，叫做一个世界了后，虽然语言是世界，但是不爱因缘而合合相，所以叫世界。这个世界，因心就是世界。当然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，因为咱是世界的人，
必须和这个基础世界一致调的。但是咱用这个音乐的世界，那个泡出去，伊变成一个美景，美景那是一个世界。所以接下来这当中的很多音乐所具有的东西，它没有具足啊，自信心的变。所以世界不是实有的主体，所以它分出为一百脆弱的美景。那这是呢，感知的开始呢，比如咱可以，咱啊，咱清楚。那清楚，那然后，那爱想，而且爱想不能是因为是做这物件，该做咱清楚。好，这是一个组合，一个不同的主体。那这个组织里面的主体的当中，这个当中的显著外方面，咱看到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怎样，每一个体验，每一个涂刷。因是一个因缘聚合，那个因缘聚合呢？因为伊本来是一堆的山，但是我因为比较气性不同，所以我必定把这山给它聚合，因为我说这山它是聚合，我说这怎啊，我把这怎啊给它聚合，我有需要体验，我把体验给它聚合，啊，你讲做起来以后，这个做起来以后多少分啊？多少分？啊，这个分呢？伊无富有，伊无富有的是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趣，所以因缘聚啊，因缘散。能够八年八年，咱就可能会变。动静不同嘛，无啊，无伊是不是要出游一点？动眼睛啊，那个腿怎么踢啊？哦，迄个刷必须好刷一点。所以为啥物件缘聚则合，那缘散。哲理，一年生的哲理，当然你从这个世界，那是这个道理。那你对这个不懂它，这个不懂啊，动作是一个小世界，但是宇宙的那个动作是一个大世界。这个世界，因为以这个三魂来变，伊拢是一个一年同一个物件，能看到。冰山，一旦这块冰山砌出一个。哦，一个南极、北极的冰山，因为那些冰原聚合，力气都高，所以因为它聚成一个冰山。但是因为开始这个温度开始凉了以后，这个温，这个冰山就开始融化了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因它能够聚，也能够散。但是咱今天讲到别人这个马匹，咱这个马匹是因缘聚。这个缘起聚，但是缘起聚，那慢慢就一点点，它也会成长，它会生老病死，这个叫过程。哦，生老病死只是过程，这它不是绝对的，但是咱有一个绝对的地和相，迄个主性，迄个叫做哪？迄个叫做不离不弃。哦，不合不离，伊迄个无一个离，它没有一个聚，没有一个离，所以迄个物件叫做。这个主线，这道的，这句话是讲必要的，讲这个物件。啊，我们今日去，我这个话题是，人看世界的两分看这个话题，但是伊唔通叫一个不离不弃，哦，不过不弃，哦，迄个物件伊无了解迄个物件，啊，迄个物件是哪？迄个物件咱叫做主线，然后叫做空线，哦，离不得，这个咱叫意和相。但是一和相来给他标，因为众生那个就比一和相哦，所以不得大的目标。一和相只有一和相，色点一和相，想要得一和相，三点等于转或者一和相。你看见的物件以后，你就得用掉三点等于搞破掉，因为不破掉的众生那个就比一和相。所以呢，讲这个为公言起道断，阿心行足内。你个积极的物件，一个物件个积极。有些物件都不是实体，所以这种是一个真正假无所的物件。啊，众生就爱接个物件，就爱执着个物件。所以呢，世界这个世界，就是讲这个世界都不是实体，所以它化碎为尘。对，我都讲过，凡夫就化碎为尘。听，它没有一个一多之相，一波不是一多之相，而主体里面它没有一个主体。什么叫做主体呢？
这个主体，哦，就是思想。啊，主体就是这个观念来听吧。哦，伊拢是因缘就拍入里面，他们是的，所以伊是伊要是围成实有自己，他是用迄个理念，然后这个是是意为主体，所以会当来合起来，去合起，咱个自性，甲袂当照着作阵里面个合起来，形成自性。哦，咱这个话题是滴水火风哦土。所以呢，四大假合这个八天，迄个组成，刚刚用四大假合来组成这个组成的，没嘛？所以，火、热、水、八天七道，会有关三会，火、空气、火，不排可以讲到我们可以懂吗？四大假合形成一个肉体，就四大假是个组成的东西，因为这组成的东西，这是因缘形合。到组成一个东西，那因缘而形性，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组成的东西，所以因缘它没有办法看到一个表现的东西，所以它没有自主，亦无主体。好，一个囡仔生出了一个主体，但是囡仔无一主体里面的，一个囡仔在当到也在保护。好，不保护那个来保护什么？是什么呀？一个生出来了后，伊是。四大假合，透过妈妈的巴肚来摄空气，来吃妈妈所吃的营养，你妈妈的巴肚来吸收营养。到这边生出来了后，因为不行要夭折的，哦，因为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，开始出现问题了，那这四大假合的东西要变成一个什么？啊，变成一个物物，这个物呢是变成会物，每年之间影响，一年呢？它没有一个东西在因缘，没有一个因缘，它是一点散。四大法因缘生啊，有一个物件，但是因缘去如何依哪部有一个自性灵来变，这个肉体是没办法产生的。哦，所以呢，那个法就是表象。所以佛陀就跟你讲说，随喜跟这个表象，这是你的四大讲的，哦，也结合的东西，但是。这个不是你重要的物件，其实你重要的物件就是迄个主体物件。啊，世间人出来就是执着在表象，他执着表象，所以佛祖就叫我们破相，破这种不实在的假象。这个不实在的假象，凡所有相都是因缘所哦结起的东西哦，这边还要看。所以你看来说，哦，要是围成一个实义物。所以，伊才合起来。哦，伊要哪合起来？合起来是袂离，啊袂离是袂合。所以叫不离不弃。哦，不离不弃。哦，不异，不异，不哎，迄个叫咱是应该讲，哦，迄个叫色空异啊，色空不二的东西。哦，色空不二的东西。它是不二，它是一，一零一，你该切嘛切也可以，你该挂嘛挂也可以，这个名，这个主题，挂也可以的名，它不是字，也一个主题，我要进你必有，空气，你这个挂位，你该挂，你该挂，你该接，你该不了，它，因为它没有二，它是融入在这个空间里头。哦，无管你甲解开咧，解开去，你也解不开。你甲放，伊嘛是容纳在所处的空间里头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工成为世界，世界是一的相，世界是一，世界是一，相是维持的空，世界是一个一。你甲心情解这个的一，但是有一个那维持的空，有一个空，我就在闭起来，这大人就把这个闭。那这个分量叫做变，安晓无？这个分量嘛，看我两个分量。但是这个分量是来自偌济物件，它组成的物件，还是叫做多？安尼听啦哦。所以这个都是，这个心就是个色感叫做变。但这个变不是叫意和相，意和相它没有办法组成的，它本来是不离不弃、不垢不净、色都不二的道学。
但是一旦组成一个一，甲化去一个多，这个叫不叫做延伸？这是一个延伸的一个多的效果，而不是一的效果。大家明白意思？它不是一个多，它因它不是一个不离不弃的，所以不离不弃一。一的一就是一个绝对，除了一个绝对的多，但是世界的一跟成的多，这个不叫做一和相，这个是相对的，这个不是叫绝对的，因为相对的比较也有，也让我看到了，也让我看到对，哦，这个东西也让你讲，也讲给你讲，多少都可以，一尽能去的一是尽量，但是多些呢？你要看到经得加三十块，加一块物件来加，起落起来，安尼叫做多。但是咱的自性看起来，这就叫表象相对的多，相对的多，它不是进入到自性的一和相的绝对的多。绝对的多，它没有办法用一个相对论的东西来讲它的东西，按照它这个结论。哦，所以是这样，那一定要先了解佛祖在讲道，要讲的是好，所以呢。为什么多的像哦，这是我那老师他这是叫依法哦，按照依法哦，如何来做一个解析哈？啊、哦，一到一个程序顺着哈，哦，前面的这个圆经殿的哈，来公告这些说，如来变化心，如来的变化身哈，比较能够哈，有来有去，在发心上的一天。啊，好，啊，我心中理解上没有来，没有去，安是为人调和。如来，哦，如来有他的变化身，有来有去，来变化不得，安尼叫做来去。他就是一年成熟，观世菩萨来变化世间，救化变化众生，皆有来有去。那个是十七代祖，哦，那个那两个，哦，那两个那个祖师，他变化来人间，有来有去。我们，哦，孙老大人来到人间，他五十九岁就去了，我是告诉他呀，那一人进贡的，那一个招是有当天，他有去，但是因为这是变化身，变化来到这个人间，但是老人这个人呢，在他的离体上没有来，没有去。就变逆天，迄个自性逆天，有来有去无？迄个自性无来无去，它是重新用变化这个东西，它的印记而到的，它没来没去的，它是一个具体的重新用法界的东西，所以它很自然的一个法界，所以法界是表象的来去，但是你实际实体上有没有来有没有去？它没有来没有去。就是我比较讲，那么看到你比如到这个所在，有来有去，但是里面的空气有来有去无，它没有来没有去，它是一个空虚跟化界的，你空这两边当中，它没有来去的东西，那个主相，那个不能合其自本是具足，那具足本不生灭，哦，本不动摇，哦，哦，哦，本没有来去的。这一不能的去除的力量，但是各位以能生万法，以能生万法的形象，他自信很自然的法界所流入，他没有染污，哦，没有染污，就是妙缘印记的妙缘，啊，所以你从这组起来，公告明天，每一个人具有无人的福相，但是一点天意，那些人爱修，因为呢，你给这个主性来对这明天来对。一个啊，我们已经被覆盖，好、哦、被覆盖，所以那个修就是去除本无啊，唯有本有，去除了本的何物件，你讲念念物件嘛，是七个清净好啊，唯有你本来，哦，这是一个咱今日要找的物件啦吼，所以呢，因为如来的三心啦吼，发心、报心、化心。当然，这三天咧应该大家做清楚了。发心就是讲哪，就是讲清净嘛，清净化身，讲来自性嘛。二心就是讲哪，
我们智慧嘛，圆满智慧嘛，化身的是那我们的行嘛，它所流露出来的东西嘛，流露出来的东西嘛，啊，跟着行嘛，所以不得的变化，完全化成变化，跟着变化性的化成形态，好，所以变化。虽然有一个强调一心的有一个三心啊，但是咧啥回忆回忆，这三心哦，回忆回忆，安尼讲很有意思。这个简单的解释就是没有一个因，啊没有一个因，没有一个因，更没有一个因，没有一个来，没有一个去，没有一个色，没有一个空，都不是这个道理。因与因它是一个平等的，因与是虽然用分离的来说，非因非义，非色非空，非来非去，不是来不是去，但是因是一个平等哦的一个实相，哦有实体。所以跟这个一点爱慢这个回忆那我认为我傻了哈。回忆没有一个意，没有一个意，没意就是变异的意思，它没有变异的，它是回忆回忆按照那个越平等越平等，它没有所谓的对立啊，回忆回忆就是绝对嘛，一人总觉得是配嘛，这个空间里面嘛，哦，所以天然天然如来心并不是啊，不是一个身，一个身怎么能够分成三个身呢？虽然啊，分成三个身，虽身虽有异，并不分别化身不离报身，报身不离化身。你先看嘛，一虽然有三心呐、啊，那个都没有三心呐、啊，但因化身不离报身，报身没有离开什么？哦，没有离开化身，就是三身是一个。生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应该就是这样，跟大家一点点，哦，这个三宝，那么一点大家看看啊，讲应该对这个物件呢，应该了解哈。所以结婚这两个如数赏金，它是回忆回忆，一直在强调，它是一，它没有二，一就一切一切就是一。虽然它分成一二三，但是基本上它。哦，它是一个实体，啊，这个实体它没有对应实体的，无对应实体，哈、哦，所以那你先讲，哈、哦，归一归一，哦，这个世界一与一，归一归多，哈、哦，哦，归一归，这个世界一与一，也是归一归多，哦，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不是一的相，要是一的相，怎么能够作为成？这个世界就是说一合理相，以这个一的东，这个一，这个世界就是一合理相的一。一合理相的，如果是一合理相的一，一米让它吹于一点，哦，一米让它吹于一点，给它吹于一点，还给它呢，还给它延起，哦，延起东西那。又能够摧毁摧毁成，对，我正想讲咧，能够摧毁成，就是咱肯定清楚，去前了后，我都把摧毁掉这个善，但是讲到住性空性的这当中，就在这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空间，你能够把它摧毁吗？因为虽然跟处于是这个表象物，哦，但是空间里面那个处嘛，你要怎么去摧毁空间？你没有办法去摧毁。所以空间它是一个空性，表示一个空性。那既然是空性，你就没有办法毁灭它。那既然它在那毁灭，本来是性在毁灭的，那是性都没办法毁灭。所以讲，流水啊不死，啊流火也烧不起，啊那流火啊嘛还会死。哦，因为伊就是完全跳离开基本量。模拟的变化掉，所以一切的力量就是来说，就是绝对的实体，那个就是总觉世界的变。那我想过，这个总觉世界的是判定，是因为那个力量是判定，所以那个心就是变化，那个总觉世界，那个本来去要安住啊，你他本来是去什么，他没有去往什么，但是那个是那个因为那看别的物件会有归鸟。可能是把这些的名字给造出来了，
那是安尼哦，那本来就是没有取我什么，哦，那我取我什么？你了得，我会跟六祖大师，你来个亲近，有一个叫做什么？你了得，是一个什么法师啊？去拜见的是哪六祖慧能啊？哦，拜见六祖慧能，就来去问着什么人？就讲，伊在讲我去。我去阮师傅做会员啊，结果咧，安尼结去啊。啊，我本来我本来就无第一问题，你讲怎啊？啊，我本来无欠，我本来就是无叫无欠的物件，我本来就是没有缺乏的东西。我是没有，我是唔知没有哪挣到冒险的巨额的东西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巨额，我本来就是无欠的物件。但是咱人生，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。阿个只要清楚读书，阿个只要每一份每笔好写，就省心管理，管理也能看。所以咱无得烦，咱家己去咧啊，迄个毛病嘛，啊心态来了吼，所以被人覆盖了吼，所以咱人你这当中啦吼，可以回头吼，所以这是世界，不是一个小，要是一个小，它能够哦这個。怎能够脆弱成功？那一个小，哦，那实在一个小，那个脆弱成功，因为本来是绝对的，没有他们归一归一，你今天去一，别人地球把脆弱的二，不是这个规定，规定这个合作的这个，阿娘明白意思？嗯，它是一个相对论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绝对论的东西。绝对的东西没有多，没有少，没有，好、哦，没有多，没有少，所以就是一和相，好、哦，和相，好、哦，所以现在讲，世界不是一个小，要是一个小，那出一点好、哦，啊，总有好的面。你世界呢，就是尽量每点，那世界拢是无主体，都是无自己的，才能够因缘而相，能够以一定爱。我得的东西的名字是一点点的，比你还贵。为什么是名字？所有的依报的东西，都是一个因缘所集，有你所看到的因缘所集的具体的东西。因缘哪个具体的少？所以它不是一个世界名字。好，如果在因缘和老将，都把世界一名给当中是一个什么名字？假你的安利找不到他的一个自体之相，只能够归一归二。哦，不是一，那么是绝啦哦，都是一个相对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啦哦，是一年，对啊，一年的行和行，哦，能活出来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年所成的东西，给你，那叫普通东西，我们是因缘聚聚，我们就来到这里。但是恁等于说，恁是哪个爽的？刚我一般他们做会，刚我一般他们做会，刚我恁不离不弃，刚我一般他们二月十公在一起，好嘛哦，我你看好，我你个，哦，我你个相生好难的啦哦，哦，嘛是有分开啦哦，是有原因，因为已经是一年所成，成，啊，什么人他们想做会？那是哦，二月十公，他没有离开我。哦，他叫做回是色空不色不离空，空离色，色即空，空离色。他本来根本是不离不弃的东西。我一个来，我一个去的物件。你用属相上的内当中，啊，那个阿叔阿婶是安样个？你二六十公在一起无？嗯，无啦，哈哈哈哈哈，无啦。甚至今天，假虽然讲甲妈妈生出来，咱的属相。因为我们是自己，不是他的，不是主计，跟你不离不弃的这个东西，哦，所以呢，你爱要爱不行，不得了，感觉强调那些一和相，攻那些主相，繁琐以一点的灰尘，哦，来成世界，那世界在最为灰尘，这个都是因缘所集合的，所依报的。这种就是他知道，这个位置在人工嘛，对不对？虽然咱肯定打开，记得妈妈去，
你这个马蹄生出来以后，是一年庆祝你这个马蹄，但是你生死快空，你生老病死，有一天后日你死的了解，那是你余生你马上就掉下来。有一个人看到死，后面惊死，啊，看到生，吃完以后，啊死，就讲啦，从生，啊一个人在笑，好、哦，生一个人在哭，啊一个人在笑。啊死，安那一群人头，看起来，看迄些人讲诶，那是相亲面啊。生一群人咧笑，啊一个头满一个嘛，看迄个囡仔满一个嘛。一群人咧笑，哦，阮生一个一个后生，阮生一个一个孙，查甫孙查甫孙。哦，啊死，就是呐，一个咧哭，一群人咧哭，啊一个安那，解脱了，啊，解脱。在笑，在笑，在笑。在笑啊！我今天也看，笑，哪里笑，哪里笑。所以这个都是一年聚合的东西呀，哈。但是人才啊，生老病死就是一个过程。但是人才，人的过程要四大家伙，这是 best part， 他不要放不下。以前呢，我们是做上的过程。我们执着跟执着跟肉体是实有的东西，所以你看法，你也做不了。哦，今天你看眼前太，哦，你本来就是你啊，就把照片，对，去破灭，删掉，后面到底没事，你已经太放不下，你马上移转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个不是很好的现象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语文啊，伊的心有平心了无？伊的心有安住了无？伊的心有足无？足咧做平台。恁人面对着死亡的时阵，心内未执着。唔过伊个依无无助，连这个马蹄嘛未使出，进步嘛未使出。但是恁除了做平台，因为恁看袂开嘛，看袂开恁心焦嘛。哦，看袂开，所以咱不高兴来念，他们作画一些的作画，他为什么会作画？他一看过生老病死，一报正报不足，不知足。恁那个理亏，恁你这个八天，我们要发掉，要圆寂。那边他们的医报，你看你起码你离开，因为恁的储备，恁的储一年干净嘛。那他们叫你归，那你还靠呗？念那生你归，那你还靠呗？哦，那这个八天病毒，那你还靠呗？那你还靠了，你也吃光光，对不对？那你还靠一餐？现在不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正报的一报之处。哦，那他靠呗归你，这个叫一年，那他靠你一年，一年所聚合的东西嘛，一年所孵化的东西，那他靠你这个力量嘛？那我能了解延期虚空的道理吗？那我能延期一年所生、一年所集合的东西，那一年所散的东西，那我能发现的怎么样吗？哦，那爱拥有的嘛，那不爱失去的嘛，而且拥有与失，拥有与失去，其实属性没分别，完全连点关系都没有。唔过呢，那不是执着，所以等到妄想执着不正果嘛，就是咱安尼未成正果。但是咱真正要学甲放下，要学甲真正释脱，要学甲真正想开。咱人家干啥呢？叫人家想开的，他想不开；叫人家放下的，他放不下。不要不要，那事情不要。所以呢，平时也讲。刚打的方向，后边就是我做的我，也可能我是放不下。过去这方面，唔要讲到社会，侬讲到建设的道理，讲到的是咧，但是当中过去的当中，这物件唔敢讲。我暂时按照咱出错的代志，我暂时不来，因为真的没有错失到延期信用的道理，延期信用、延期无我的道理。我都尽量了解一和一下，尽量我都了解一年所聚合的，一年所散的东西，都不可以是一报一正报都不可以执着，
安尼咱脑洞消了，咱脑洞出产。啊无，人想讲，你要入去世间一切，你吗？你不要抓太紧，因为抓太紧对你好是没有好处的。但是咱离开世间一切，咱讲叫他不要抓得很紧，但是又抓得很紧，其实他抓得很紧，所以他其实不是单单的。所以我是叫后向，才能够入理。啊，这嘛是个，哦，后一步是向。当你离开那一些，你所有的方法，包括你的财产，包括你的真爱，拢都要放下。你一定进入了那个那，握足握相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那你话到，那功夫都搞，能量都搞，现在我讲呢，阿妈好。今天达到呢，所以咱学到是咱学会的，阿爸嘛是带阿姐去看，每天都好好放下，发挥，拄到代志，免那么计较，拄到代志，免那么计较，恁好啊，去做不坚持的阿彪，像我各位，有时会无，我有听做个声音，但是我若不放，我也不放下哦。我所在的这个信条，这个叫叫法。一年的功，一年一年一年，咱既然无德，且坐这个位置，当然是非是很大，是非是很多。但是这个是非，就是来自我们无德，这是一个属性的问题。但是既然我想讲，既然你无德，你凭什么要坐这个位置？那既然你有德，何必一定要坐？既然你无德，既然你有权，那你要承受。啊，既然你有德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承受？就在这里，我们呢，事后一切一切的真相，你不要在明显的假象上，再放不下什么东西。但是一点点点点，并且见微，那么呢，我们是要做事情。我们是要了愿，但是那你说，那了愿后边为何要在坐这个位置？有计划不在其中，不谋其政。但是世间法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，你要接受，你要接受人家的辱骂，你要接受人家的回报。啊，这种事呢，属于呢过犹不及嘛，是不是呢？但是缘起的变成弄这样，这个变成了。这个一年生活的东西，一年生活的东西就有是有非嘛，有是有非嘛，有争夺，有夺取，有取得，有这个东西嘛，我不敢换嘛，我放不下，我不能接受嘛，就是有这个东西嘛。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应该修到的？你的一合一合相，你的一合相它的本质嘛，它是一个缘起的东西嘛，缘起的东西跟它里面的心性有帮助，那啥这里面。能量呢？对他一个放不下。哦，那、啊、所以这也是为我天下很多事，还有很多事。啊，但是你到现在到这来，我安尼来面对都没行哦。没有正面，你又不是又不成。你不安尼面，逆境是磨练，一直大磨练，困境是完成人的成长点。啊，这些点点行不行？叫你接受，改过你要接受。逆境是磨练，一直大磨练。哦，逆境是训练嘛，逆境是磨练嘛，啊，顺境叫训练嘛。哦，啊，这自己，好嘞，哦，基本上也给我们有一个成长的空间，然后我们是很感恩。那因为观众在后面，你面对这种事情，遇到这种事情，哦，你要怎么去放下？不管他不理他，再怎么看他们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小爱给我们的感。他一定要过好，我们一定要做好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讲好话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这只是在努力，把它能够弄好方便。因为那个是一年生活的东西，但是那个有空间空间，你现在一年生活的东西一直在，好、哦，你要在困难的地方做的努力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那个循环的控制起来嘛，哦。所以目前是这些小，是这些小工程，这点很重要。农民一年生活造了怎样？六
那个那六根染六尘，它成了一个世界共识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你只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志向，是不仅是特别志向，好，既然说可以做到，不仅的不仅多了哈，因为它因缘它套上，因缘所合相，再转入到这句话来哈。我都讲可以不，有些观念呢，若有世界不是假，即是假假。如果世界围城成世界，那世界又把它围城。啊，因为有世界，这个世界有一个心，三千大千世界有一个心，有一个实体，安尼叫一合相。这个一合相，咱老祖讲，这个概念咱讲过，一合相就是归一归一，它不是二，它是一合理相，它是一绝对，它是一个绝对之相，它没有相对之相。哦，因为一不是做一片物件，因为一年做一片物件，一是主言，一是主言的是啥？一个法相的东西哈、哦。所以世界不是一合相。世界不是实有的，假如是实有的，世界成了一合相。一合相怎么解释呢？好，现在打掉了哈。一合相变成开始，一合相一讲，不如不一，不如结一，没有一二，就是说一二，没二就是一个对立，无二无一，无二无二无二无一，叫做一，叫做一。不二叫做一，差别相叫做异。刚才讲解说，它没有对立，没有对立相差别相，不离不散叫做无离。哦，无离啊，哦，无爽就哈。那你这是异，那你祖先，那你祖先，那不是对我靠啥子物件来哈的？因为哈子的物件来了。我们自信是一个绝对的实体，不想讲实体，一别怕一别惊，所以把心经来讲，哦，不过不减，不增不减，一是解的实体的物件，苦叫的物件，它没有从外面拿来来打的物件，凡所有相，它会当三物件来打的，但是不用主线，实体绝对体这个物件，不是。你啥话靠我们？他道德是保护啊，一码没靠我们，他修，因为跟着具足一切的东西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来讲，不离不散，那个就是不离不散了。那想看这个话题，无一样，那想看这个话题话，人是叫做贵心嘛，吼、哦，贵在心里面嘛，但是话题无离，这个世界无离。这个肉体无去，这个自性到无去，这个自性无去，那无去，那伊也无去，咱想讲是贵心嘛，贵嘛是辛苦嘛。但是咱明明佛陀咧讲，你讲咱身体、咱辛苦有一个作用，也是实体里面的，有一个作用的实体里面的，迄个实体就是不垢不净，不净不净。哦，不得当带来救星。有突然定为一小，因为他不能得到同性的效果，既然把你蒙羞，就表你不能进入这个平台，好、哦，所以他能够，所以给他合，好、哦，怎样叫做合的相呢？好、哦，就是一把油分开了，好、哦，把它分散，它也不离不散，因为不离不散叫做合，所以要求。就是我不离不离不散，称为叫做一合相。这个概念蛮好的哈、哦，这个概念蛮好。一离的是它不离不弃，啊不垢不净，里面那个混沌的，那种叫出现那个那个混沌的，三界幻，哦阿弥陀幻，一离一样不得，也是同现象的。你嘛要怎个分离呢？你嘛讲我圣人观，迄个叫诚信心，伊迄个甲佛陀迄个有差异吗？它是有差异，都是咧德性师父
哦，你迄、那个有时，因为伊这个人的思想跟咱无相像，人咧念经说法，伊有甲咱念经说法，搁下咧讲出来很离谱。讲咱讲讲的时阵啊，自信不够，不进不易，所以甚至一天上一天上，迄卖成分，对讲会讲我不行，到即卖成分，到尾来咱看到有些自信都看出来，因为伊就是呐，伊就无可能就是假的，啊讲的物件都是奇怪的物件。我靠的到迄个虎符山、五丘山、五丘山对面呐，五丘山到底抓精？算杭州，杭州那杭州之东啦吼，迄个虎丘山，啊因德信师人到虎丘山遐咧讲话，讲话一个老声，讲话一个老兵兵乱乱，兵兵乱乱，伊个土地是听袂，讲这一个老兵兵话咱兵乱乱，啊到一个师爷讲兵说话，去的时阵啊，把这个德信师傅，你这道理个人不用拜，讲话就听听袂，讲话一个老声。啊，无人要甲听我，我是叫看出来。啊，都是人啊，讲你就是无甲人结识尔。所以你向人去，有狗咪要食，有囡仔要听话食，拄着人讲道理要听，到了对一个面前变讲起来，到一个时阵出来人生厉害。德行书啊，感受一句话讲，安那，伊讲佛佛不得名时，还是结识尔。那我就会用心中的说法关键变化，成功的说法原始顽石会变化，关键变化。啊，恁话的公司为了谁讲啊？因人德行书，人伊的深度够，人伊看好的，迄、那个准确，迄、那个以信义不坚，以信义不坚，以凡不教徒力，迄、那个叫做一条书。咱每个人拢有一个一条徒力，时间的一年所见都是啥？现在因为一年不会给跳工资的，啊，为什么好这行工资的？哦，啊为，哦，你呢？所有道场内底，咱们如同一片一面光片，这是个不形象。这个跟一年所组合的不一样，但是同样一个东西叫一无相。一无相的东西，你肯定无有一个主线，无一个一条什么主线。不果不结，那出现，你们心里难过。所以呢，今天没有人办，就是为了破相入理。那入理是明心，明心是见性，这个判断是不见的。好，所以不离不散就是合，合就是干，你搞不亏了，你马虎就亏你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不离不散就是好，所以要讲就是不二不一啊，不离不散，相不离，一好相。哦，所以这个世界。你今天很爽，这个世界不是一定想好，因为世界会当世界人来分散分开来，必须微妙。经如经啊，如经文所说的，有世界是有假，即是假。世界呢有一个主体的主宰是一好想，但这个世界是因为微妙来造成的世界，会当来摧毁的。所以世界因为是一条小链来对话，没有这个组合一合相，所以这当中呢就是来证明这个世界，哦，它不是一合相哈。如果世界要是一，它就不能分成多，一等于一，一等于它分成一多，这个一它分为微点，这个多微点这个前奏来跟它连在一起，啊，那你出现那个。分开一刀，当个节奏跟节奏，啊，就无啦吼，应该安尼认得，应该了解啊，这有些道理吼。所以吹点啊不，就不能分得吹多啦吼。既然有啊，分成刀就是有离有离有散，哦，就不叫做合嘛。今日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，这个。哦，分开去，会当分开，会当来做伙，迄种是叫意念所形成的东西啊！吼、哦，用世界是六假，是一样相。既然会当来处理现意念，伊就叫一样相。所以这个，等于来证明世界，叫做实有的一样相。
或者开始世界无有一个实体存在。时间比一秒就行，但是不会最近。你可以把它化为千百亿化。一个变成出来，那你微尘可以把它几千亿的时间，就是不会跳。其实自信嘛，因为伊用无，我当然伊会讲嘛。我若无，甲讲一个表象，就是话我不知其名，强于伊大嘛，我不知其名，强于伊大。啊，其实道对不对？道嘛对啊，道嘛是一个问题啊。恁个表象是一个问题啊。啊，所以道搭用调查表象，只有表象是名表象，叫做三地道象，已经讲一个名词出来。我若无用到一千块面面啊，破啊，破掉，我讲袂晓笑，安尼就去重心去停留哩，你晓得？安尼听啦，我讲是自信，我就自信，我这是自信，盲目自信，盲目自信，盲目灵魂，那是自信点，哎，不是点，哎，弄掉，你盲目，弄掉，先弄掉，因为你讲的是不信。搞不实，如果不自信，拖了半年半，一般的拖半年半，但是这是不。